婊子，敢拿老娘 iPhone 8砸核桃，那是我攒了一年的生活费才买的。去，把那 iPhone 8了，拍照，传网上，让他变网红。不好。谁啊？放开这个女孩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我要当网红。哎呦我的妈！刚毕业就失业了，那天我特别难过。就这样，我们认识了。你们这才认识多长时间呢？现在你们俩就是恋爱了？不过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帮了你那么一回而已。这么多年，我帮了你多少回，不如他那么一回。但是他特别正人君子，他把我带回去之后自己睡一间屋子，我睡另外一间，而不像你总是想着把我灌醉然后占我便宜。行，我总想占你便宜，我不正人君子，我承认，但是正人君子的人多了，你个个都去以身相许吗？第二天我醒来之后找了几间屋子，终于在第十二间的时候找到他。我听出来了，他家住别墅，有钱是吧？你不还是喜欢人家有钱吗？嫌我穷，我听出来了，当我傻是不是？